Hello， 各位 TVBS 线上的粉丝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听新闻聊新闻，就是要看1900重点新闻。我是新化，今天要持续为各位新闻画重点喽。今天呢，我们整整两个小时的节目，横跨政治、民生、经济，还有国际新闻，满满的时事趋势内容要带给您哦。而今天我们接下来要首先带大家画重点、续追的，就是五亿身家高中生的命案，今天有了最新进度。昨天呢，是夏姓配偶的他的爸爸跟他本人到检调单位接受调查，而今天他的妈妈也现身了。但是妈妈现身过后呢，态度相当的低调，是由律师陪同。律师也表示哦，他们呢会把法医高大成还有他们自己家属搜集的九项证据，建请这个检察官可以列入考量。但是没有想到，检察官今天也放出消息了，他们其实列出的证据呢，总共有14项，但是介于侦查不公开。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掌握到检察官现在14项当中有4个检调侦办的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夏姓配偶的测谎，还有这一名高中生的通联记录也非常的重要，以及坠楼现场的基证，还有遗体的伤势。究竟这当中案情的关键在哪里？今天要继续为大家画重点。还有现在高龄化社会，家里头有长辈的话，奇怪的外界人士如果对长辈嘘寒问暖，真的要多多注意了。因为台北市有名男子发现他的老父亲去活动中心买了很多名贵的金戒指、金手表还有珠宝，说要当传家宝。儿子觉得怪怪的，把这些东西拿去来做鉴定，后来发现呢，这很昂贵的手表、珠宝通通都只是廉价品，就连珠宝都是玻璃珠，这根本就是疑似以靠近老人嘘寒问暖，取得他们的信任，让这老翁砸了50几万来买珠宝手表。但是呢，这些东西啊根本就不值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呢，真的要多多在意自己的长辈，还有这些人的话术会用什么样的商品行骗，待会也要为各位画重点了。再来还要关注到政治话题，蓝绿白的版图究竟会如何来变动呢？今天郭台铭的感恩之旅蓄势待发，但是先前相挺的谢典玲今天已经来到北部，传出跟郭董有闭门的会议。而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民进党阵营呢还是深陷了 IMB 的风暴哦。今天黄国昌再度出面控诉这个陈欧珀退选的内幕，还有柯文哲现在不仅要吸纳中间选民的选票、浅蓝选民的选票，传出他已经修复跟深绿阵营的关系，就像是他在520宣布要参选的同时，台下就坐着了这个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的发言人陈昭姿，他如何跟深绿修复关系？而现在呢，郭柯之间的距离是否越走越近？郭台铭会不会跟国民党渐行渐远？今天呢，我们政治一点名也有内幕要跟大家来说分明了。还要来关注的是，就是这起事件，桃园的好客暴打远景，远景以警棍打到他脑震荡来回敬，现在远景麻烦大了，被惩处、被记过，甚至要吃上官司。但是呢，现在基层就不开心了，传出呢，在这个匿名的板上，有匿名的远景号召大家，6月1号到6月24号为期4天，来执行基层自发性的治安消极日，说该签的表签，民众报案也受理。但是呢，他们的作为要变得更消极，不查缉绩效，不主动开单，不处理分局的交办事项。他们的诉求就是建请长官撤销同事的记过处分。而这对治安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网络上的串联真的会在6月1号到4号落实吗？稍后划重点要为各位继续来追踪了。还有今天呢，我们头条第一条要看的新闻，看了真的是让我们新闻部很多同仁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漂洋过海来到台中，到雇主家来协助照顾他们中风的这个病人，没想到却被雇主的母女三人党虐待。这一名呢印尼籍的移工小温来台湾是做看护的，没想到呢去年5月份来到台
台湾之后，到了雇主家里头工作，过得生不如死的生活。除了会被雇主殴打之外，他每天的工时非常的长，长达21个小时，睡觉时间都不够了，半夜常常被叫骂起来，叫他做事。而他明明是看护，应该只要照顾病人而已，没想到这个雇主呢，却要求他做各式各样的家事，还会殴打他，甚至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直到中介觉得他的状态怪怪的，这家人的恶行才被揭穿。一千次是什么？洗衣服，还有洗棉被。那他说总共在外面洗了5次的衣服，你这边的话将近扣了10000块啊。台湾雇主克扣印尼看护一工薪水，中介公司人员整个暴气。洗衣服洗了10000多块，10000多块、啊，这个不要说坏了吧？这个我们自己台湾人要去洗衣服，洗10000多块，他多了，他连冲啊。也要不要偷吗？眼前这一对姐妹是台中大里的文姓雇主，他们的妈妈找外籍看护照顾中风的儿子。去年4月，看护义工小文住进了文家，却是噩梦的开始。不止照顾病人，更什么家事都要做，甚至大半夜2、3点也被挖起来。每天工时经常超过21个小时，但发薪水时，雇主一家又列出了各种小文的细项花费：吃东西、洗衣服、不舒服请假，一堆扣薪项目要他盖指纹。当月薪水就这样又被收回雇主口袋。我们就是要帮他省钱，省钱还要他说，哎，花洗衣服花10000多块就是要省钱，我真是大开眼界。但不止这样，因为从去年5月疫情3级警戒后开始，小文就断了与外界联系。他被雇主一家母女3人凌虐拘禁9个月，雇主经常以他工作不力为借口，掌掴、拉扯头发、殴打全身，甚至将他淋湿后再逼他吹冷风等等，还有用各种更残忍不人道的凌虐手段伤害小文，造成他全身多处挫伤，心灵严重受创。直到中介将人救出，台中地检指挥台中专勤队搜索雇主家，这才揭露雇主一家恶行。侯姓被告等3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之工作罪，刑法之伤害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恐吓为安罪等罪嫌明确。检方调查，姐妹2人甚至有串证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裁定收押禁见。他们的妈妈50000交保，现在案件侦结起诉。检方强调，外籍移工不是奴隶，这种非人道对待移工绝对严查立办。 TVBS 新闻苏泰颖、洪彩文台中采访报道。而这名印尼籍的义工小文是去年来到雇主家工作的，但是呢，去年3级警戒的时候，雇主就假借疫情的原因，所以让中介没有办法进行家访，并且在家里头装了很多的监视器，还没收了义工的手机，控制他的行动。直到中介说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要到了，要带小文去做健检，但这家人却不放人，才让中介识破。看护义工小文身体摇摇晃晃，人已经很不舒服，还被要求拖地打扫。文姓雇主还边拍边用戏谑口吻说明，再传到家族群组。小文被派到台中大里这个雇主家照顾中风病人，雇主家里里外外都是监视器，他任何时间所有动态都在雇主掌握中，但怎么会被长期凌虐，全身是伤？原来台湾的中介公司每个月会派人拜访案家，关心义工状况。第一个月，中介发现小文怎么会突然变瘦了，但雇主说因为他水土不服。第二个月，中介再去拜访，雇主却挑小文毛病，中介要帮他们换人，却被对方拒绝。接着又碰上了疫情大爆发，中介只能靠电话跟雇主联系，但与小文通话时，雇主会要求要翻译对话过程，最后甚至没收小文的手机，阻断他与中介请的翻译老师赖联系。小文是印尼人，老家还有丈夫跟孩子，为了赚钱远赴台湾当看护，直到丈夫发现怎么一直联络不上妻子，找了印尼的中介帮忙，再联络到台湾的中介公司国际部门。台湾中介同时也发现小文不对劲，身上有伤，登门拜访时直接要求要带走小文。你已经打成这样了，你看你看，我要带去验伤啊，这个你们太过分了，太可恶了。你自己在家里有没有跌倒？跌倒是这样吗？中介把人救出来后，第一站到超商，小文立刻吃了2份午餐，这才知道他不是水土不服吃不下，而是没饭吃。当时这个义工其实他的诉求就是只有转换雇主还有薪资的部分，同仁认为可能有人口贩运的疑虑，所以后续有把整个案件移给台中的专勤队。现在小文已经先到安置中心生活，这几天专勤队人员探视，
发现他慢慢恢复健康与体重了，但因为法院还没开始审理他的案子，他也无法更换雇主工作，得在台湾等到法官判决后才能继续赚钱养家。 TVBS 新闻苏太盈红采访台中采访报道。好，除了扑朔迷离的案情呢，接下来画中哪要来看的就是政治焦点了，蓝绿白的势力涌动，但是现在对国民党最为头痛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处理提名当中暧昧不明让郭董受尽委屈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先前一直传出呢，郭台铭要启动这感恩之旅，但是他本人一直没有松口，他究竟会不会进行感恩之旅来维持他的政治能量？就算呢他回台湾推给他的太太曾馨莹来回答，但是呢他太太呢其实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挺郭人士彰化县议员谢典林传出北上来跟郭台铭见面来拜会，而且是闭门会议，两个人是要讨论下一步吗？是要讨论基层的力量要怎么继续延续吗？其实都打上了一个大问号。但是今天呢蓝营也传出哦，在先前呢郭台铭频频进行下乡拜访还有一些政策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国民党背景的政策幕僚现在传出要拆伙了，通通都退出，似乎都已经归队到党中央，已经要站队侯友宜了吗？现在呢这样的话题呢也不断的来延烧，所以呢外界就观察，其实在中南部有些基层似乎挺郭力量还存在，但是党中央是不是挺郭的力量现在已经拆伙撤回重新回归了？国民党放话的放话，做动假动作的做假动作，一副好像说过去对郭台铭多好。提名后移都已一周，还在怒批蓝营假动作，但在回国之后，郭台铭下一步要往哪走？轿车驶入郭台铭的住处，里头坐的是彰化县议长谢典林。23号下午北上来见郭台铭，是要针对未来动向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还没定案的全台感恩之旅。或许还想发挥自身政治影响力，却挺郭立委似乎想高歌离席。郭台铭董事长从日本回国，其实是巧遇侯友宜这个总统参选人我们前党上下大家一定会团结一致。哦，这怎么巧遇的？前几天的机场相遇真的只是恰巧而已，但除此之外，据了解，过去一分为二的郭团队现在也只剩公关公司人马在效力，原先进来帮忙的政治幕僚因为多具国民党籍都已纷纷离去。郭董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年轻人或一些选民上面，他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致。只是归队与否，其实党内说说就有用。TVBS 陈胜华政策分析小组台北报道。好，郭台铭的国民党背景的幕僚归队，但是郭董的心有没有机会也归队国民党挺侯呢？不得而知。但是近期我们也观察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是要选2024，现在动作频频，传出呢，其实他跟郭台铭似乎有接触，而另外一方面，他吸收这个浅蓝中间选民的选票之外，对深绿也有大动作。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先前520呢，他宣布要参选的时候，其实台下出现了这个过去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的发言人陈昭姿的声音哦，似乎呢深绿的阵营是不是也会来认同柯文哲这样的候选人呢？彼此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开始修复，也掀起了蓝绿阵营当中的讨论哦。而今天呢，柯文哲办公室的幕僚也正式接受 TVBS 的记者采访，他说确实哦，最近呢在深绿阵营的支持者也有回归到柯文哲身边的趋势。没有蓝绿两党雄厚资源，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称不退缩。23号12点公布政治现金网站，3点10分捐款就突破1000万元大关，支持者用行动力挺柯文哲，也积极修补绿营关系。台湾的选择，柯文哲。520宣誓选总统当天，深绿色彩浓厚的前总统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陈昭姿跟郭长峰夫妇现身会场，颇让人意外。因为过去柯文哲说陈水扁装病，引发陈昭姿不满，更拔掉柯文哲小组召集人的头衔。这一次亲自出席，传出过年后陈水扁医疗小组聚餐，除了陈水扁跟陈昭姿，也有邀柯文哲参加。柯文哲甚至透过独派特别修复跟陈昭姿的关系。
他们不只是私下有往来，甚至是在这个公开的，像是柯主席的脸书上头，陈社长也经常来给他加油鼓励。当天前台联立委许忠信也坐在第一排。许忠信说，去年参选台南市长就曾受到民众党帮忙，这一次收到邀请就答应出席，但要支持谁还没决定。柯文哲跟胜率保持互动，更透过前北市民政局长黄信介家族成员蓝世聪牵线。出席国策顾问秦家宏88岁寿宴，秦家宏向来力挺总统蔡英文，12号寿宴，蔡总统、傅格奎、郑文灿都到，唯独不见副总统赖清德。他针对的是执政者种种过去的这个劣行败绩，所以当然现在有很多泛绿的支持者，他们也看不下去民进党过去这样的执政的状况，所以当然也会逐渐有一些回归的现象。看准部分绿营支持者对民进党执政的失望，柯文哲私下动作频频，第一步先找回成为墨绿的朋友。 TVBS 新闻周一峰的评台北报道。好，2024蓝绿白的政治涌动，现在撒卡度的态势已经分明了。接下来呢，我们的政治一点名内幕全透明，我们要欢迎信用部副理 AKA 我们的政治中心的一哥秦明哥。Hello， 秦明哥，秦哥也。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好。对啊，感觉今天秦明哥一回生二回熟，没有像上次那么羞涩。谢谢。然后今天还有网友问我们说，哎、欸，有没有除了吃水饺之外，有没有要吃别的？嗯，今天可能吃得更好、哦、吃得更好。对，有两场很重要的。的晚宴，没错，假吹超这样子、嗯。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秦哥我们有观察到一个现象：517征召侯友宜之后，没有庆祝行情，反而民调还来下滑了。就蓝营整合要加把劲哦。首先，我们要跟秦哥一起来看到，这是呢、嗯、平面媒体做出的民调，他们对比呢这个四月份跟五月份，也就是征召过后的这个蓝绿白萨卡都的支持度，我们看到赖清德是28%，侯友宜是24%，那么柯文哲是22%，但是我们可以对照到，其实上个月相比哦，赖清德加1%，其实在误差范围里面啦。但值得讨论的就是这个侯友宜了，他的支持度却掉了5%，没有庆祝的行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柯文哲他其实也掉1%，但是掉五趴跟掉1%，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侯跟柯哦，他们之间的差距拉近了。而且我们刚刚新闻当中其实看到，柯文哲其实蛮厉害的，浅蓝中间选民吃，然后深绿的也吃，所以接下来呢，柯文哲、侯友宜会紧张嘛？那赖清德是不是也不轻松了？按照现在柯文哲在中间力量积极运作的态势呢？刚刚有提到，我刚才看网友特别想了。有写哈，说今天有没有水饺宴？那我刚刚也讲了，今天没有水饺宴，可是今天吃的最更好。今天有一个生日的一个祝寿的晚宴，生日趴，对，还有生日 party， 还有一个破冰的一个过年的春酒。哦，这两个都跟柯文哲有关啊？为什么？而且柯文哲借由这两场来跟深绿的来做一些互动，来展现自己在深绿的一些人脉跟实力。我们就先讲靠近我们比较近的，因为这场。我觉得是更重要，就是5月10号所谓的。我们要先去哪一间五星级酒店来吃生日趴呢？在喜来登开了88桌，五星级八十八桌，哇，好惊人！然后这场的这个生日晚宴的寿星，就是国策顾问，他叫秦家宏。秦家宏也是刚刚我们新闻当中有一个照片，蔡总统也去了，对，郑文灿也去了，郑文灿、柯文哲也去了，对，还包括了宋楚瑜也去了，宋楚瑜也去。那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的赖主席有去吗？这场就是让人家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为什么邀了宋？邀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本来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国策顾问，他是郑文灿在桃园的市政顾问，然后当然他也是总统的国策顾问。那总统两次选举呢，在这个秦姓的这个总统府资政，他可以国策顾问，是他对总统支持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力的。那他另外他还支持了谁？他支持了柯文哲。在2018年，如果大家还清楚的时候，当时民进党跟柯文哲当时是已经分裂了，对，那时候也是一个萨卡都的情况。对，可是这个秦家宏他还是表态支持了柯文哲，而且那时候办了一个百公支持柯文哲的活动，柯文哲非常感动。那时候我们做新闻还知道他还哽咽，
哦，因为等于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是。那这一场活动，这个晚宴呢，生日晚宴可以说是灌溉云集，哦，88桌，所以绿的有头有脸的，或是其他各派系啊、各党的，其实跟这个秦家宏有关系的人，全都出来参加了这场晚宴。对。那柯文哲当然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达，是说，哎，我在深绿其实还是有人脉的，而且是重量级的人物。对，而且鹰派的重量级人物，这点很重要。所以大家比较好奇的是，来的人就是跟这位有力的绿营的这个重要的支持者，我们其实讲白一点，可能是金主哦，也是有一些关系很好。是柯文哲也没有得罪他们，甚至还参加这场活动，表示他们的互动是密切的。哦，没有出席的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哦，也是这次的候选人。那没有出席为什么？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了解，因为大家都出席，反而不出席的人特别引起注意。对，就是这个容我们再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内幕的调查，就是要请林哥还有我们的政治组的小哥哥小姐姐继续帮我们细挖。那另外一场春酒呢？对，另外这个春酒是在过年之后所办的一场春酒哈。那柯文哲本来是陈水扁他民间医疗小组的召集人之一，他当然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个召集小组里面的成员，其实在之前跟柯文哲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可是柯文哲在后来，因为一些在对于陈水扁病情上面的一些表述呢，是有引起他们的一些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过去柯文哲曾经说过这个陈前总统装病？对，就是这两，就是装病这两个字让民间小组召集人、民间小组这些成员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尤其是陈昭之。那柯文哲在当然他也想要进行一些修补，因为他们的关系其实还是不错，他们是有一些私交的。根据我们的了解，像柯文哲的脸书啊，这样像陈昭之在之前都上去会留言，是，然后有一些互动，而且都是一些鼓励的话，所以他们关系还算不错。那为了不要让这个关系弄拧了哈，对，所以柯文哲有透过一些独派的或是自己的一些人脉去跟陈昭之就是建立好，重新建立好关系，就是所谓的破冰。在春节之后的这一场春酒哦，就柯文哲就重新回到了这个民间小组里面，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建立了一些感情。那得到的一些互动反馈，就是在520柯文哲的那场总统大型造势活动上面，就很意外的，媒体也很意外，突然就看到陈昭之夫妇，这个感觉好像不太会出现在柯文哲的场子的人就出现了。那我们也去了解，是说柯文哲为什么要去跟深绿的这边有一些互动跟一些关系的一些建立。其实总统大选大家也知道，不是你抓一块就可以当选的，没错，只是要一块大饼，全部都要通吃。所以柯文哲目前被认为在浅蓝，尤其或是浅绿年轻人这一块，他可能有获得还不错的一个支持者。是，然后在深蓝这边，可能因为他抨击现在的这个民进党有一些够力，对，有够大炮，所以让一些深蓝的一些支持者对他也蛮欣赏的。那深绿的这一块反而就是一个缺口。那反正我们的了解是，柯文哲他就是绿营出身的，自称自己是墨绿，其实他的 base 还是有他的基础存在，就是在深绿的这一块身份认同还是在的。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在深绿的这边不代表100%支持民进党政府，在深绿的也有不喜欢民进党政府的，他就要这一块。那有深绿有一小部分，有深蓝一小部分，有浅蓝有浅绿，那他的支持的整个 base 就会扩大。确实，所以这第三势力不容小觑。所以刚刚请明科跟我们爆料，春节过后跟这个深绿阵营的陈水扁医疗小组的破冰宴，而且呢，在近期又去了这个鹰派的国策顾问席开88桌的生日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其实他一直在默默运作，扩大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柯文哲与郭董的距离是不是也越来越近了？那国民党又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有跟这个郭台铭的幕僚有聊天哦，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下的还蛮具体的，然后也蛮符合实际的情况。他说现在郭台铭唯一愿意接触的、唯一愿意联络的总统候选人、
总统参选人啦、啊，只有一个，是谁？大家目前应该知道，是柯文哲。对，那其他国民党，我们就说先前在他酝酿要参加初选，像是朱主席啊，或者是秘书长黄建廷啊，或者是现在确定征召的侯友宜，这些人可以联络到郭董？有点不幸啊，现在这些人都被拉黑了。对，我讲一个实际的状况哈，就是其实，在5月17号，就是国民党的中常会在确定征召的侯友宜之后，在这段在5月17号。星期三跟5月16号星期二这两天，是郭台铭方面跟柯文哲都有接触，都有打到电话，打通电话在征召前夕。对，征召前夕，我先讲5月16号那天，柯文哲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不是郭台铭打的，是挺郭的立委打来的。哦，挺郭立委、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个观众自己想象，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好，我们要保护消息来源。打来就说。完蛋了，就说完蛋了。完蛋了的意思是郭董完蛋了，郭董被国民党征召的机会渺茫啊！就是真的是暧昧的初选，让他受尽委屈。然后希望是不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柯文哲能够帮个忙？可是柯文哲他当然也了解整个大势已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他反正是你走跳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政治界也大概知道整个营造出来的气氛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征召谁，国民党其实已经有一个定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柯文哲也不好说什么，就跟这个挺郭立委说，他只说了一句，就说要郭台铭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哦，因为冲动是魔鬼，特别是生气的时候容易冲动。好，到了5月17号就确定提名了，就是确定提名侯友宜。这一天，郭台铭有接到，有很多人打给他了，有很多人打，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三位朋友是吗？然后还包括了那个柯文哲。是，那柯文哲打得通吗？唯一讲上电话就是柯文哲。对，可是柯文哲也没跟他很详细的在谈一些什么啊，未来合作啊，或是什么的。其实柯文哲就是安慰他说，我们就心情放宽一点，是，然后我们过一阵子再联系，先冷静一下。那过一阵子是多久？我们的消息，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查证，很可能下个礼拜。就会有进一步的接触，所以下个礼拜就是5月底了，所以柯文哲可能就是让郭董从5月17号之后冷静2个礼拜，去日本散心，那就是国民党有一些基层要来拜会，你也拜会完，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的接触一下。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感觉哈，你看跟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的互动，他的幕僚形容像哥们一样。哥们一样，对。那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的互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必须要说哈，我们掌握的消息是，在5月17号到5月18号，就是礼拜三到礼拜四不到12个小时，侯友宜连续打了3通电话给郭董哦。那一通当然就是5月17号，确定提名了侯友宜之后，侯友宜当然展现他的善意。想要跟郭台铭之间能够有一些良好的互动，对，聊一聊嘛，聊一聊。那当时郭台铭就不接啊，对，不接。好，好，到了5月18号星期四的时候，郭台铭正在开会，那就在10点2的时间，然后侯友宜方面就连续打了2通电话，一个是大概10点20分，10点20分，好低调。对，然后一个就是5月18号10点20分，郭董在开会，打了5月18号的第一通电话。对，好，然后在开会啊，怎么接就直接挂掉。然后郭董开的会又很久，所以到了10点55分的时候又打了一通，是。就在开会了，怎么办？还是挂掉？还是挂掉？对，后来郭董就觉得可能我在开会，不要再来烦了，就直接拉黑了3个人的电话。
一个就是侯市长，是一个就是朱立伦，一个就是黄建庭。所以这三个人现在就是想要拉近跟郭董的距离，可能要再找其他的管道来沟通了。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解黑，所以他还是还是继续拉黑，没错没错。所以刚刚秦明跟我们分享，5月17号当天征召的时候，侯市长打过一次，然后隔天18号想要再联系郭台铭。还是没有办法，打了2通，郭董在开会，没赢也没有接，所以这样子拉黑的态势对于整合来说是不是一个很负面的因素呢？还有解吗？可能到目前为止，郭台铭可能还是郭董还是有一些情绪啦，所以这些状况，国民党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人在进行努力。来牵线侯跟郭之间，希望当然，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是希望呢有一个团结这样的一个氛围去对抗现在的执政党嘛。那只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看起来，郭董虽然去日本，可是心情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情绪需要处理，还是有一些想法，所以跟侯友宜这边可能在。直接接触方面可能还是要需要一点空间跟时间。但是刚刚秦哥有特别强调，就是不管是征召前夕还是征召过后，现在郭董呢唯一会接算是中间或是非绿力量的电话，就是一个人，就是柯文哲了。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柯文哲呢还在电话当中，就像刚刚那个秦哥讲的，两个人好像是好兄弟，两个人现在是麻吉了。传出柯文哲还会帮忙郭台铭来分析侯友宜的参选力。也是，这是一个蛮让人意想不到的态势。对，对，他们两个有讨论过，就是未来选举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势，然后，那这个时间是在5月10号，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天郭董是去澎湖去有一些选举造势，然后回来之后还特地去拜会了柯文哲。是，就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柯文哲有提到他怎么观察侯友宜。对，他有提到侯友宜，因为现在确定就是侯友宜了。对，没错。国民党的方面，那郭董的立场跟郭董的看法是觉得，侯友宜他可能有出现两个需要克服的。第一个就是侯友宜他代职参选，有接近7个月，将近8个月的时间，其实蛮久，而且接下来要台风季。对，他觉得天灾人祸没有办法避免。他觉得这个问题，你代职参选。你又要你第一个你有新北市长的身份，然后你又要选举，人家对你的检验就是加倍力道的检验，你只要出错一点点，可能就会面对各方各种压力，排山倒海的抨击，而且选举就是祖宗18代都会被翻出来，非常非常残酷的，很严厉的一些检验。那第二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个柯文哲就说，他觉得侯友宜最大遇到的难题就是要怎么整合柯文哲。可是现在啊，其实很多学界都说，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现在台湾选举出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讨厌民进党的力量，而不是喜欢国民党，就是恨的力量比认同或爱一个政党力量还大，然后会让就是选民去投票。所以如果我是柯文哲的话，我当然就是不希望自己被整合到任何一个政党，我最好我自己高高挂起，然后让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不管是深绿浅蓝还是中间的，我要吸纳这最大公约数啊。所以整合当然很难，我自己的观察了。是，一哥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我刚才想你讲到这一点。对啊，柯文哲他。刚刚前面有讲，他跟深绿的整合，跟浅蓝跟浅绿的，因为年轻人会支持他。那跟郭董这边也有整合，那跟侯市长会不会整合？你觉得？我觉得不要整合，你觉得不要整合？我按照要最大公约数的逻辑了，我最新掌握到一个消息是，那个柯文哲市长前市长他有说。侯要来见我，我们也都可以谈，他也愿意，他 open mind 开诚布公，他愿意跟侯友宜来谈。不过有一个但书，是什么？他跟郭或跟这些独派的可能是可以闭门，可是他跟侯，他坚持要媒体都在开大门走大路。为什么？他说免得出现一些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有黑箱作业啊、私相授受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有设一个条件。可以跟侯见面，可是就是要公开，
这是不是他就是有这个郭台铭征召的经验？因为先前国民党就是很暧昧啊，让郭董觉得自己有希望。那如果他要跟侯见面，我还是开诚布公一点好了，就是都公开。站在政治记者的立场来说，如果开诚布公，我们很开心啊，当然很开心啊。可是这就是一场秀啊。对，就是这样子。确实哦，但是秦明哥现在呢，其实蓝营也传出，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名侯友宜了嘛，国民党都这么说，那他们也在想说，其实现在选战剩八个月，也差不多呢，我们可以看到要来提副手人选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婉柔也有帮我们掌握到说，接下来侯友宜的副手搭配人选很有可能是台大的前校长婉中闵。更多分析请婉柔带大家来了解。确定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那他的副手是谁呢？向外界点名说呢，这个前台大校长管中闵有没有可能会循张善政模式来担任侯友宜的副手呢？前立委沈副总自己有段点评，他认为说呢，会抛出这样想法的人呢，都是因为觉得侯友宜不像是一个总统参选人，所以老是想办法想要介绍好的副手给他。但是呢，他要大家回头去想，像在两岸政策方面呢，侯友宜先说他反对台独，他也反对一国两制，国台办罕见都没有骂，那这样子的话，侯友宜还不像一个总统参选人嘛？因为沈富雄说，国台办自己也知道，如果骂了的话，国民党好像也没有人了，骂了谁还能选呢？而且会有这样想法人，大多是来自于国民党的深蓝支持者，但是这个占比其实只占了一小部分，影响不大。虽然他们不喜欢侯友宜，但是也绝对不会倒戈去投赖清德。那管中闵自己的意愿如何呢？其实管中闵呢，他在今年一月呢要来退下这个校长职务的时候，就有外界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再重返政坛呢？当时管中闵呢，他说他用了两个方式来回绝，文雅一点的方式呢，就是绝连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呢没有这一款屁股啦，就是说他不会再去坐这样位置，他认为自己也不够格。那么说到管中闵呢，其实侯友宜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傍晚的时候也在脸书上面 po 文，他说他前几天呢，其实有特别去拜会了这个管中闵，两个人畅聊了两个多小时，聊什么呢？其实就针对了这个就业、居住以及教育问题呢，互相交换意见。好，刚刚婉柔带大家来分析这个侯管配的效应，还有两个人呢又有合照又有见面，我就来请教我们政治中一哥启明哥了。我们知道呢，这个管中闵过去他当过国发会主委，这个经建会的主委，同时呢他也是学者出身，所以这个学者配刑警这样的搭配算新鲜吗？那过去大选以来有出现类似搭配，还是说正副手搭配有没有什么美感？在傍晚的时候，在我们政治新闻圈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侯管配有没有可能？是。结果莫名其妙的，侯友宜好像听到我们在讨论，在胡问他，他就PO了一个脸书，觉得自己耳朵很痒。他前几天去拜会了管中闵管教授，对啊，对。然后让我们就觉得，哇，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哦？那侯友宜在里面当然就是跟在脸书上面的内容就有提到说，跟管校长，就管台大前校长之间有一些彼此的互动讨论，然后也提到了一些拔管案，然后这当然大家这个新闻话题是彼此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聚焦在教育，是外界会好奇，侯市长跟管校长之间有没有一些互补性，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搭配的可能？我们客观来看哈，就是侯市长虽然是在当新北市长，可是他是嘉义出身哦，他本土的这个形象很强烈，然后台语讲的真的很棒，很认真。那就省级上的一些平衡，如果在国民党的这个区块里面，的确侯友宜跟管中闵在省级上是平衡的，在南北上面也是平衡的，因为如果以出身来说，嘉义出身的侯市长跟大部分在台北工作，他其实念书就业都是在台北的管中闵，都是平衡的。可是比较唯一可能有一点点可能会遭到批评的，就是所谓的男性女性性别上的一些平衡，性别的平权的部分。对，这个当然在现在性别平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国民党会考虑的一个重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当然侧面了解，目前管校长他可能对于接这个所谓的，他其实是有真的有人问过他，
有被征询过，对，要不要接？他意愿到目前为止哈，我所掌握的不是很强烈了。爷们意愿不高吗？强烈，强烈不是很强烈。然后，可能他对于目前国民党的有一些人或有一些作风，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意见。所以要不要看怎么整合啦、啊？你说侯友宜跟管中闵的搭档，在新闻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我们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操作。我自己看就会觉得，哎，刑警配学者，感觉一文一武啊，很 balance， 眼睛为之一亮了。对、啊，这个我们都很好下标，很好跑新闻。对对对。可是你就以目前台湾的政治局势来说，就是可能本土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的这样子的一条路的话，管校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还是国民党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也是管校长自己本身他自己要不要接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侯友宜配管校长，在新闻上面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会不会成真，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谢谢我们政治中心一哥启明哥今天加入我们讨论哦，而且还替我们细数了柯文哲参加了哪些寿宴，这是比吃水饺还要豪华高级的等级，也看得出来呢。现在呢，2024大选哦，谁能获得选票，不管是深绿、浅蓝、深蓝，还是中间选民，就是最大公约数，就有机会得胜，对不对？那么后续更多的政治观察，欢迎启明哥随时上线跟我们分享喽。我们谢谢启明哥，谢谢。好，再来要继续带我们线上朋友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呢发生了一起社会新闻哦，这老父亲到活动中心买了一大堆的珠宝跟手表，说要当作传家宝传给儿子，但是儿子觉得哎，这个珠宝看起来怪怪的，然后就拿去鉴定，而事后鉴定却发现这根本都是不值钱的玻璃珠，而金子也不是足金，统统都是 K 金，而这老父亲已经花了50多万块钱，现在呢，他要去怒告诈欺。这个戒指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他说一个是5000块钱，这只表大概是20000块钱。看看这摊在椅子上的珠宝，细数金额，投诉人越讲越无奈，因为这些全都是爸爸买来的。打开抽屉更夸张，五颜六色的戒指被收藏得好好的，还有手表、金表跟项链。投诉人指控父亲买的这些金额已经高达数十万，但物品的价值远远低于购入价格。曾经之前买过最贵的是一只60000块钱的金表，然后一次买了4只金表这样子，一眼看的就知道是镀金的，是假表，想要拿去鉴定或是当铺，可是爸爸就是不太愿意配合。光是这几个月来，89岁的父亲已经买了仿成宝石戒指、钻石戒指、钻石项链，还有金表跟手表，总数加起来100多样，但投诉人控诉价格飙升10倍到100倍不等，已经被诈骗超过50万元。陪爸爸下棋，陪他吃饭。对啊，然后白天没事都是陪着父亲的，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买一两样这样子，那长达几个月了。原来珠宝首饰的卖家都会到年长者经常出没的地方嘘寒问暖，让长辈防备心逐渐下降，交朋友也交关，买来强调要当传家宝，而这些珠宝真的是被诈骗吗？把这个无色的宝石正面往下看的时候，你直接可以看到它的底部还可以穿出去哦，看到底部以外再往下穿过去哦，那一定是假宝石了。珠宝鉴定家一眼就看穿买来的戒指项链都是玻璃制造，价值远低于贩卖的价格，这回父亲都趁着孩子上班时间和卖家交易博感情，防不胜防，除了再三劝说爸爸外，也希望其他年长者的家人能多加注意，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体育新闻主委苏佩宇台北采访报道。而这名兜售这些便宜饰品当作高价珠宝卖的男子，他不仅出没在老人众多的活动中心，甚至呢还会跑到医院或是便利商店向很多的老人家兜售。活动中心里好几人在这空间下棋，其中坐在走道旁的蓝衣男子就是投诉人的爸爸，和对面的灰衣男一边下棋还侃侃而谈，似乎想再进行下一次交易。民警到场盘查身份，但投诉人的爸爸似乎比对方还要抗拒。明明儿子已经劝他好几次，对方卖的是假货，别再买了，但他完全不觉得对方是诈骗，让儿子相当无奈。投诉人的爸爸当时就在这地方跟朋友下棋，被人兜售，儿子似乎也是这名男子的惯用手法，先锁定长辈上前攀谈，得到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就上前兜售金饰。
投诉人在脸书po文提醒大家要注意，有人指出过去在超商也曾看过他向高龄的长辈推销多售珠宝，直接请对方到超商的 ATM 领钱，还听到他说项链或是戒指要价20000多元。但由于活动中心大家只要填写资料就能自由进出，警方事后了解这名男子每次来留的电话跟名字都不一样，再加上低调交易的话很难让人察觉。半年来一来一往的交易金额累积约50万元。投诉人透露89岁的爸爸是公务员退休，眼看他几乎每天都和对方见面，就怕7月即将到期的百万定存会被盯上，也只能跟家人好好讨论该怎么说服爸爸别再把辛苦钱花在陌生人身上。TVBS 黄正国苏佩佳曼台报道。好，骗取了老人家的退休金，先用攀谈博取信任，再以这些低价的饰品佯装是高价的珠宝，获取了50万元。现在儿子呢要来追回这些款项，但是我们现场已经邀请到我们 TVBS 社会中心的记者新耀来跟我们分享哦。除了我们刚刚看到你们今天处理的这则新闻，对这个珠宝的问题之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产品也常常都会来用来就是骗老人家这个很低的价格低买高卖给老人家呢？我们有帮大家整理有几个比较常就是诈骗65岁以上老人的一些要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其实就包括说呢，还有一些第一项哦，其实就可以看到说是猜猜我是谁。因为根据这个警察那边有统计，在2010年到2110年左右这三年当间，这三年之中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猜猜我是谁，就是他们会打给老人家说，哎、欸，阿静、阿姐，知道我是像不？嘿。刚才记得啊，真的还是有人会受骗哦。对，因为其实1108到1110年最多的就是这个，然后他们就是想说，就是好久不见的亲戚，然后快速的跟你打关系之后，他就是要跟你借钱，比如说他想要投资，或者是说他有可能想要哦看病没医生，没有钱，没有钱，对，想要跟你借一笔钱，对。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这边也看到还有一个统计，就是呢，其实，在去年度来说。统计来说，最多被诈骗的是投资诈骗。投资诈骗，对。然后警方那边就说了，他们怎么会这手法？一个来说，对于老人来说是疫情的关系，比较少出门，滑手机，滑一些很多赖的群组啊，滑脸书啊，早安图群组啊，对，赚钱的 whole combo 利灾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落入陷阱。然后再来就是诈骗集团也在转型。转型怎么转型？因为他们发现说，以前可能像刚刚说的，猜猜我是谁？对，一次借可能就2万3万，最多10万。对，他们投资诈骗一次就可以诈骗，可能说50几万、60几万，或者是长时间，有些人是甚至被诈骗到上千万都有。对，所以他们会发现说，其实这比较好赚。所以他们也转型了，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是，那还有哪一些手法？包括说，另外来说啦，因为其实像我有跟组上一些同仁，就是真问一下他们，就是平常身边人会遇到哪些诈骗，或是家里长辈买了什么很离谱又贵到不行的东西，超乎大家想象的。就是包括说，老人最需要的是他们希望健康嘛。对。所以其中一个保健食品。健康器材是很多人身边最常遇到的。可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吃了用了有问题啊？是不是要经过这些医生的认可或是评估？因为很多，比如说他们之前听说就是有那个卖东西是医院啊，住院的时候。有些很多药托跑到这个医院里面，看到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就嘘寒问暖。对，但他其实是要卖东西。对。然后家人发现就来不及。另外就是以前应该大家都很常听说，就是地下电台卖地下电台卖药，对，补身的很多就是真的都没有经过认证，然后就这样，他可能就是哦，说这个功效很好啊，这个吃的怎么样，然后再找几个假的。可能客人然后出来演一下，说哦，我真的功效超好，然后他就是一搭一唱，然后博取老人家的信任，这样子。对，那还有其他的吗？我刚刚看到新燕，你这边还有列一个生前契约。对，因为这个生前契约其实也算是投资诈骗的一种，因为生前契约包括灵骨塔，因为有些老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要先把我后事安排好，我不要让我的家孙操烦。对，用得到，然后又可以投资，一举两得的概念。所以就是也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受骗，真的是无所不骗。那最后几项是什么呢？就有包括说这个是还有婚姻骗子，因为有些人是比如说
长者可能对另外一半可能黄昏之恋，或者对，或者是不在了，嗯，然后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那这时候也是因为滑一些群组啦，或者些，然后就可能加你，然后就开始就是对你一样是嘘寒问暖。对，然后跟你就很像是在就是远距离恋爱，然后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是但是最终他们都是要骗你钱，转移老人家的财产。对对对对 对，真的是很过分。但是我们刚刚新燕列举的这几项啊，不外乎他们都会先去有病痛的老人嘘寒问暖，卖你保健食品，或者是卖你这些健康器材，对，或者是说在家无聊，退休了没有收入，想创造更多的被动收入，也有一些投资的诈骗。但是新燕他们常见的话术是不是，还有接近这些老人家的他们的方法又是什么？话说，其实我们看到上面这边啊，不外乎就是如果以刚刚那个珠宝的个案，他就是天天就跟你下棋，刷脸熟，对，然后就是交朋友，对，交朋友。所以现在很麻烦是那个珠宝的这个个案，他很麻烦是这个老人家，他甚至觉得这个外人比他自己儿子他还更信任啊。这种是最麻烦的，这个小孩子会觉得很伤心。对，因为现在就是变成说，他爸爸大爸爸到现在还不认为觉得自己买的东西是假的，唉，对对。那第二步呢？然后第二步的话呢，他博取你的同情之后，他就会，其实他们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他们会套你的话，嗯，然后问你，他就是想要打探说。你住哪里啊？对，你有几个小孩、啊？住什么地段？然后开什么车啊？对，什么工作毕，什么工作退休的什么的，对啊、这种，然后进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去引导你投资或者是买东西。对，看你的财力的等级。对对 对。如果还蛮有钱的，就叫你投资。对。那也还 OK 的，就叫你先买一点小东西，对对对慢慢掏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第三步呢？第三步引导投资，然后第四步是小利大亏。如果是投资诈骗，我们以投资诈骗来说、嗯，我们以前做的最多的案例都是一开头，它一定会让你尝到甜头。哦，套养杀。对，嗯、小赚，但后来你钱投进去，越投越多之后就没了，就消失了。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一开始会先投资一些些在你身上。那最后一步呢？最后一步就是讲到很简单啦、啊，就是你赚了钱之后，它就消失。把你踢出群组，或者是他们自己消失，就是套养杀，然后杀好之后也收网了，嗯、就离开了，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五步哈，家中有长辈，或者是说要严防诈骗的话，要注意哦，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人在靠近家中的长辈，博取信任，他还会去打探你们的家庭情况、嗯，要求长辈买东西啊、投资啊。虽然一开始有赚钱，但是长期来看，真的是要多多留意跟关心长辈、嗯。那平常他们还会有哪一些需要关心长辈，可以预防类似的诈骗？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我们这边有写到说经常问候，或者是说其实我觉得最方便就是你要常常跟长辈聊天，然后跟他们讲一下，科普一下诈骗集团的手法，对，像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其实像我们新闻其实也常常都会在播那些诈骗的手法，但为什么要播那些诈骗手法，就是因为还是有人继续被骗，所以我们必须就说比如说哦，他们最近换了一种什么新的手法、啊、然后跟大家提醒大家说小心注意不要上当。对，那还有保管长辈的存折印件，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嗯、对，就是没有办法办这些手续嘛，对，但是有时候长辈会觉得啊，你不要管那么多、啊、对对对对，可能说法上就是要让他比较舒服一点。对对对，后面还有说让子女当挡箭牌，这边的说法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说教老人家假如说有什么电话打进来、嗯、然后你有些人就会说、嗯、啊就要问我女儿，问我什么女婿，对，我没有办法做主啦。对对对 对, 对, 对，这种说法可能也是一个蛮好的，就是让他无从下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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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其实不外乎就是要多多关心长辈，吼，帮长辈上课，留意诈骗的手法，注意老人哎平常电台在听什么，对，是不是这个电台主持人药效已经讲得太夸张了，对，很有奇效这样子。对，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新燕来到我们这个1900重点直播，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诈骗除了会透过网路之外，很多时候呢，老人家他们出去一些社交活动当中，其实骗子也会隐藏在其中，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那我们谢谢新燕今天在节目上跟的分享，谢谢。那稍待一会呢，我们2000重点直播马上就要回到现场，大家要继续留在线上，不要走开哦。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